Oh、偶像剧放羊的星星造势，林志颖、刘和娜相约阳明山看星星，只不过天空不作美，现场竟发现一片黑茫茫的天空，半颗星也没有，只能闷着头摆摆 pose 吃东西，让两人直呼好可惜。哦，没有关系，天上没有星星，我们有地上的阿星在这边，看他就很足够了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然后没关系，我们台北市的这个星星，真的我觉得都比天上的星星还美丽，漂不漂亮？完全漂亮。你不打？完全你不打。你不打就是漂亮的意思。两人浪漫看星星约会，因此作罢，改邀从口袋偶像剧挑选出的影迷们合唱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甚至灵机一动，再来一个放羊圈化解一片尴尬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阿星。耶、yeah ！我抽你这一句，我这一句。放羊，放羊。第一次玩这个放羊拳哦，嗯，感觉好玩，好玩，家里无聊的时候。韩国有没有像这种拳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然而现场气氛就差这么一点，玩鱼逮到机会，立刻切入咱们重头戏——送礼时间。送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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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鱼特别合理大放送。送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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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到包你感动眼泪直流。这么好，还有礼物。这是最闪亮的一颗星，我们家组成这样的幸福。哦，果然啊，好闪亮，太刺眼了哇，好帅。谢谢这样。你不需要对不对？啊，我需要。你喜欢他？他觉得他怎么样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你们看过他？看过，他照片很帅。本人呢？照片很帅。本人也很帅。谢谢。本人更帅。啊，本人更帅。对。啊，对。他现在没有女朋友哎。真的吗？我的。而就在结束送礼的同时，汉娜还是忍不住睁大眼，仔细瞧瞧咱们帅气的 JR。这今天的儿子。是啊，我刚刚没几个人就想到这里，我真的想一下。这次的送礼可说是非常成功，不但玩鱼再次带给大家欢乐，竟然你可也打动了何娜这位韩星妹妹的心哦，恭喜你哦！完全娱乐旅游丛林独家采访报道。